格拉数学规律中心的新的演讲厅，继续他那个的 Open Talk Series。那这次完了以后呢，接下来两次分别是下个礼拜一，也就是29号，还有10月3号，然后同样的在这个演讲，从此以后这个演讲都在这个演讲厅。那我们要我们在每次演讲完以后都会有一个播的 discussion， 那我们欢迎。上次讲那个 offline 那个什么 online 的，这个团建小房车没有解决，上次解决听过，在考虑 offline 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我是说。
get the idea. Now start with Taiwan and Taiwan and Taiwan. You know, holonomic representation. Or
要求那个地面放水地方，使得 S C 等于 C for all constant function。在 state of continuous function 里面，我 mod out 那个 constant function。我要它，就看它上面发现。所以现在主要是原因是就是涡线的加密要求就是一年半的方程轮吧。representation 讲它就是一个 ratio。现在它不要求半，就一年方程。所以这个 content 是建了啊，所以像一个 preserve content， 这个 actually 一个 group 加 amendable， 就是它的 group add 加那个 lecture 这种，它建了，这就是它历史的方向。definition amendable。Anyway， 它在那加建了历史 content， 加一个序列上面。我是刚才讲的那个 C， 它一般是等于 C， 它的引派它花了等于 C， 所以有两个 case， 这个 case 这个case I one factor f the group。这个 holonomic representation 加 factor f 这个 group， 这个 group G 是比较是它 C， 就刚才提发现的 holonomic either representation either 其实有关系，我它 factor f 一个 group G， such that 这个这个 group 是 belong to C， 按照这两个 condition， 官方的 condition， 它有它的方向。就是 an infinite constant， 我来就可以了。OK， 所以主要的做法其实是看那个 holonomic representation 下的 discrete group 的复位。第二个就是基本上啊，就 anyway， 这上次我给你讲的，对吧？所以现在是这两个是最先的，对，发现方程。发现方程是这样的。那既然上个 spotty 的 statement 是 strong 的，叫 free medical， 那时候 ornamental origin 的问题，所有非常的 medical ornamental 的问题，它证明假如它是 free product of 这个发展中，它可能要存在啊发展。它假如第一波的啊，发展过跟 second 过，就不不能存在涡轮体学的啊，完全。现在我们看啊 ，affine structure 啊。因为中央的 invariance 是打发系列，我上次前阵子提过这个 statement， 我讲打发系列，我讨论打发系列，你稍微提一下，提一下那个跟那个 OK， 打发系列跟这个东西有关。首先，我们家有个陀的差里面，我们有个 hypercircuit 打发系列。那我们 make sense， linear transformation 可以将 alpha 系列像其他的一个，所以 make sense 把 alpha 系列加一个alpha 状态。那
话是有三种，那个 electric 啊，还是那个叫 proper， 是 proper 啊，还是那个叫 hard one。第三个的线在这个康培本我接的 Alpha S 标准，这 Alpha 系列是还有 Alpha Norm， Alpha Norm 好多也是一点，它叫做一个这个 Alpha 系列，它要跨的是阿发让我很在乎一点，这个标准是阿发写的，在考天下，我画的啥？加他评级，那就叫做有方法发写的。加他考出来之后 ，experience， 那就叫做海德格尔阿发写的。那海德格尔阿发写的是。跟我说，你这个你的这块的是好吧？看一圈的就 understand 这个 global 啊发展的里边有没有往去流的啊发展？
他的某大手术有好多的手术。首先我们邀请你把患者什么的欢迎这个把话我们就在这儿把话接着说。就像存在一个 Converse Reflection 使得像一个国人上他的开始是大陆也后他 globally defined potential 是这是 potential现在这个 UUP 减 UBETA UUP 就是 H 减掉 UBETA 这个 A 面 UUP 所以它开始相反的是这个这样的所以因此 expect 它相反的阴阳方式因为它管住就开始的就是阴阳方式它本身的网络手就像你一路走的时候它会有设的一些方式有一块的方式现在我们在这个 construction 的这个 construction 为什么有 interest 因为我们希望从这边跑上一个 compound 上去在这上面有个 TV vibration The taller fiber away. The TV vibration. 它的一个口令枪是写着 UR 乘上一个RP 构成的反射量。希望这个一个网络种呢，肯定从来不出来的，可以取设这个 latex structure。我们有 bundle， 有 bundle， local 是区隔 bundle， 也要 go around 这个 singularity 的话，它可以取设一个 TV bundle， SP minus T。就像我们的 CP bundle 和 SP minus G 两个组成在这个 group band 的时候，这个基本上的 metric 在这个 total space 我们希望是 x i 加上 y i 是它的 complex 的。原来我们希望这个 metric 是。define 在这个 context 的时候，它满足 determine 的原因，是因为 UR 是 independent of Y，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 system。先，我们在 total space 里面 ，X I 是这个活的 ，Y I 是。会形成一个那个外
跟那个在那个跟那个一样，跟那个超人。那哪会强？现在你发了个 K 的 match 加特鲁斯队长，所以我希望能恭喜他变成一个好的战斗。这个大师还有好几个问题要处理的，就是 S3 向里边走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体现你的外围往那边要退。这个我们要在塔里往那边退，这个我要怎么讲？假如我们用的这个 metaphor， 这个 alpha sphere 加一，这个 alpha sphere 加。它是隐约的东西啊，它在这个 SP 或者叫 SP 减 C， 没线的方法也因为就是它就是它全放的关系，它隐约的啊。我们在 total space 里面，这个所谓达标的，它那个配速够。因为是没错这个 structure， 那 P 来讲，我们也没办法找到一个 S1 加纽超的，使得这个孔线索就是个化石，给它这个里边这个大空间 cycle， 这个我们可以 construct 大空间 cycle from alpha sphere 去连接，然后。他有个缺口坏的从 TP 来，我想就是假存在这种事业的话，他应该在机上面配有什么啊，有什么样的什么啊，那是摩天楼的这个阿法系列呢，我们是阿法民族学的，我下次再谈阿法民族学。希望有真梦想的，我不想，我算是有，这个阴险不要。啊，那最简单的是 S2， 那个时候是从。
毛一个 podcast space 8-7-8，我应该讨论一下。Contract motion， friend contract， 我接受一下。Thank you very much。所以有不少，其实就不少派，因为一般 service locally 可以。Invent locally 或专门 invent 到这个 sphere， 一般 sphere 你用组件 complex 组件的传统为主，通常这个 interface 的传统为主，组件是主要的。OK，Anyway，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这个 fat 组件的 structure， 是可以从 alpha structure 里边这个引入出来，是这个重要的。因为 GLNC and R 或者 PGLNC， 我们口头上讲 PGL， 口件组块，口件的公司从 general 的那种那边得出来的，所以 naturally alpha structure 的口件是alpha structure， 是 very close。我们现在来看那个 Hovind Hyperbolic Alpha Sphere， Hyperbolic Alpha Sphere 跟那个 Flat 空间 Structure 有很 close 的一个关系。我们 Hyperbolic Hyperbolic Alpha Sphere 发展上现在收发的那个丢尾的口线的上面就是 colors， 很多的就是 colors， colors 的线，因为 alpha geometry 是体现 line， 现在我们看呢 colors 按照 alpha 线。也是我们身上就有的，我们证明 progress of our advice它的 metric 表示 complete， 什么叫 metric？ 它有 alpha metric， alpha metric 什么东西？那 progress time surface 它有三个 quantum law， 三个 quantum law 你的普通的 sense 啊，这个三个 quantum law 就是这个 time surface 距离 r n plus one， 有三个 quantum law， 那三个 quantum law divided by Gauss quantum curvature n plus two， 它是 Gauss quantum curvature。这个它是一个深的 metric， 这个叫 alpha metric。这个 metric 是 invariant under alpha metric，invariant alpha metric。就是讲一个 hypersurface，invariant hypersurface under 一个 alpha metric， 这个是什么？就是 m and am。所以 complete 就是讲这个 metric， 把 five metric complete， 把 five metric complete， 我们证明其实大比一个条件。这个 alpha metric 加 complete， 也不太像 asymptotic， 所以任何一个 alpha metric 它一定是 asymptotic， alpha 呢我们也看，同时这个空 point 就是它的 alpha。Sphere convert, alpha normal convert，
就是讲它存在存在前以后啊，发光武器的就是从这个现场这个射出来就是它发光，这是第一个 statement 的证明，就是说这个 complete unfolding of a sphere 一定是阿什康的康的时空，所以阿什康的康的时空的话，你可以因此有个 progress weakened， 这是空的这个地方。然后我要将这个变成一个 equation， 我 conversely， 一呢个 converse code， 存在的 unit family of a fine algebraic sphere as a product， 所以这是一个 rule， 因何一个 complete algebraic affine sphere converge， 就是 converge to as a product， 就是 converse code， conversely。任何一个 converse code 里边有一个 complete alpha sphere， 都是唯一。唯一你的 set 它 affine character 一开始它，它有个 family， 就像那海豚一样，它有 family， 就是 unit family。OK， 这个 statement corresponding to 这个 statement。它应当于半个 converse code， 我要求那个 converse code 是半个，就是那个 process 是半个。那不半的话，我想是有底线的，可以要同样的证明。OK， 这个 equation 看上去是 solved equation， determinant 除 ij 等于 minus one over u 是 Rn。在 Rn 里边，我们要解这个方程 ，u 是 converse， 同时 u 等于零的方程。
像这个 statement go back to passing 这个 human match 是这样的这个 hyperbolic pain this and what this constant negative curve当时 Hubert 的 model for upper half 也就是 for hyperbolic space 他要求九代是全部是直线他就找了这个方式然后发明就是 corresponding to this 的时候这个 metric 是一个 metric 加一个 this 它的 property所有的九代是不是全拉全拉下来所以 Hubert 没有拿这个 hyperbolic geometry standard hyperbolic geometry in terms of 这个 strict line model instead of quantity model quantity model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也是用的 disk 不过是它的 metric 是 conform 这个是要九代是不是所以假如你选的九代是可是 strip line 什么极限的根本所以这个道具很少知道一个事实上的原因这个 metric 很少它里面两个不讲里面安排不给统计这个objective linear group that leaves in there a little bit objective linear group 只要有部分是 leaving in there 所以这个 human model 就是我的话就是这个解释你可以考虑 objective linear group after 加一个 unity 它离开一个 OK就 l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那为什么它里面没有把组件组很简单因为你说组件组的 linear group 或者莱斯大家组件组其实被 extend 了以后它就是 linear 就在 extend 以后 GLNR 的 action 变成 GLNR 就 GLNR 的 action act 在有空它的还按照空腔的这个 R5 metric 里面的把这个 R5 全跑进去这个 metric 里面的把 R5 所以说里面的把空间加你空间到那个 Omega 效率 OK 这个 R 这是因为 R5 metric 这个关联呢是 R5 空间上有的可是这个都是 R5 都加这个 Omega 上面是空间图可是加这个上面就是 R5 就是立在里面的所以它空间图就是就是继而 N 加 R 到一个继而 N 对吧对不加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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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反正这个N 加 N 就反正就是就变成一个空间的 group 在什么地方 CLN 这样一个这个 mission 就是这样它在大的大面的 space 里面是 linear 它 linear 里面的 vector 可是这个 vector 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这个 vector 其实 return in terms of order 的空间当中所以在当中我们用了 domain 它我们既然 define 了 vector它就可以理解了我们对 object 的 context domain 就能跟你们说所以 as a result 它就是 interest 很多 interest 所以我们想的假如
在修改工程的时候，我就修改了，加那个编码，加 PGL to R， 它 list embedded 的位置。我只会找 domain context domain 在这个出厂的时候，我这个 project 里头 actor 上面 list 有这个，那我们就表示我们这个 domain 通过建模，它有 project structure， 同时也有 metric project。接着 structure， 我们刚才 context 组件的 structure， 这个接又像是 Lima service， 出厂的 Lima service， 出厂的 Lima service 下于它的那个它的那个 context 这个 context 组件 objective， 它的 universal cover 是 objective。这个 coupling map 是一个 projective map， 其实是 projective structure。 那它的 universal coupling 的 convex 的变化，我们叫做 convex projective structure。 所以我们证明基本上就是我们这场证明它一定有一个这个 coupling alpha 系列，因此所有 alpha 系列里面讨论的问题我们可以放在这个这个问题会放在空间之上。这个 alpha 系列有 duality， 所以以后就开始的 duality。 我参照这怎么考上加地方学费出厂的地方确实那个 objective alpha structure， 可以用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来讨论。这个 turns out 这个 property 是 corresponding to 这个下面一个 property， 这种理论呢，公开就老差不多。重点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大的。
是用 complex 的software 来写发系列，那发系列的 data 恰恰是一个环保的 software， 环保的 software。到一个好方法，因为任何一个 metric structure 就 define metric 本身就是好方法。另外设备，突然的设备就是 always 就是好方法。然后这个 element 也 xq 非常方便，这个 element 是古罗西方，而不是。就是说这个 cubical homomorphic 一个 cubical homomorphic 就是讲这个 homomorphic 基本上是求这两个 data 可以 capture 这个出哪个是某些的 structure所以基本上我因为 equation 要记得，所以我写这个。
跑去了。就 Water Street 上面加个 HCL 哦，这个保持不利。同时，假如我们用这个用个普罗普罗的，普罗普罗普罗，同时我们也将那个 fraction background fraction 学的和那个地产的情况，那如果这些是保持的，对，那我们可以将那个统计学考虑出来，写下来，我看到这个非常，考虑出来做。我们家这个是，你写的
problem， 就是所有的 commission 应该都是在 review 里面。
这个睡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 U 等于0脑袋帮子 ，U 是等于，所以它在帮子上面是跟我们的，那 U 部是有解放的，帮子，所以我们两个发起点，这两个发起点 in some sense 是 U 这个 middle 这个位置，所以这个 potential infrastructure 的 structure。啊，就是那个阿法西尔也有一个那个 build， 那他们的中间的关系啊是看 interest， 这个因为影响到了其他的发展性，我们是这样子讲的。不过 on the other hand， 阿法西尔本身有很多 construction。它有一种 law，
Primary Block 在 RC， 我们要看我们 construct 那个 Affine Structure 在里面，使得它的网状场不是怪，不是怪。为什么要用网状场？网状场就是希望的 CD 就要有构造出来，也不是怪好。所以我们做法就表示对的，这个空调是不对。我们考虑将它变成 C 和 S2， S2 上面变成 S2 减掉三。我们将那个以黑水变掉一个 Alpha Sphere 的东西，就是 Alpha Sphere 的东西，再考虑。这个我看那个 Lawton。Gracias.